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7号，现在是2点多钟，2点半吧。本来今天下午是要去拍那个巫启贤，守住你的承诺台上那个歌手啊，马来西亚的那个华裔歌手，他来洛杉矶演唱会嘛，要采访他。结果他的航班延误了，就是改到明天。你看事情就那么巧，刚好这个改了，然后刚刚中午的时候就收到一个 audition，而且是第一次，我的经纪给我的第一个那个 in person，就是现场直接去的那种 audition 是第一个，唯一的一次，第一次哦，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去经纪人给我的 audition，这也是一个 commercial 的一个广告的那个 audition，所以是我第一次，我从来没有去过 audition 过那个广告的，所以但之前做那个 self tape 就做过很多次，自己录视频发过去就做了很多次，但没有一次中的，就特别难，我感觉就是应该我觉得竞争也蛮强吧，而且我也没什么优势。那今天的这个的话，因为是 in person，然后刚好我有时间，然后我很想去体验一下，而且这次的那个 audition 他没有给任何的试镜的一些内容没有，就完全是这个就没写内容要我去亲自去，所以我心里其实有点忐忑，因为不知道他要我演什么或者怎么试啊。我这个人本来就比较怕那种 in person 的audition 的，都是其实我对 self tape 还是蛮舒服的感觉，因为可以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不断的试嘛，只要时间 OK。这次要就面对这个 casting director，然后也不知道他要我试什么东西、说什么东西，所以的话其实是有点紧张的。但为了去体验这个第一次的话，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。待会儿我进去可能没法拍，但是我拍完我试完之后出来，我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。到了，我去停车。我到了啊，那个我现在是3点05分还不到。我的时间是3点20，我幸亏提早来了。就后面这个楼。我早来的话，我就早一点进去吧，去先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其实如果要带什么东西我都没有，应该是不用吧，因为 online 已经 confirm 了，所以的话只是进去等吧，那我先进去。完了，结束了。那个这栋楼也挺有意思的啊，它这个就是一个cast partner 这样的一个机构吧，对。然后进去非常简单，就拍照，拍几个照片，然后拍一个 video。video 的话，他问几个问题，问我如果你想学什么东西的话，是什么东西？那我就说了一下，冲浪，现在已经在学了。这里还挺好的，旁边有一个 garden，nice。看一下前面，前面这个吧。对，coffee food 啊，还有吃的。对，cast partner。结束了，这就结束了，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的 audition。反正好玩嘛，就是体验一下，因为他这个 commercial 的话，应该
比较简单，它主要是看人，就是我猜啊，我瞎猜，我猜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我来之前看了一下它这个广告的一个，因为最近 YouTube 老跳它的广告出来，所以我也有个印象，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它其他的广告。他这一次的话也招很多主意，今天我问了一下刚才那个给我摄像拍照的人，他说今天是第三天，就是挺多人的，各种主意各种肤色的都有。所以的话我想，因为可能也没有 line 的，就是没有台词的，主要是就看你的形象了，就是要出现各种人吧，因为它是一个平台，网络的平台，学习平台，所以他想很多人扮演不同的学生，或者说是在学，用这个网站在学吧。所以的话就对表演没有太多要求，最主要是看你这个大概的感觉啊。他需要亚洲人，他需要印度人，他需要什么非洲的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的话今天就试镜到这，然后挺快的，也就在外面等了十分钟吧，先登记，网上注册登记一下，把你的身高什么的，就一些个人的信息登记一下，然后之后他给你一块牌子，那个牌子的话，然后就拿着，就像一个犯人一样进去之后，给他拍照，拿着这个牌子，然后手啊这些都要拍，然后录了一个视频，就问了两个问题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audition 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你去不断的去参加，参加完了就算了，完了你就忘掉它。但在参加之前呢，就好好的准备。那当然这次的话是很紧哦，我大概是中午收到的，然后现在3点钟就完成了。那没什么好准备的，我也就是主要是体验一下这个 in person。如果其他的话，你有时间，他又给你script。那你就好好准备拍完录完发出去或者参加完就 OK， 就忘掉它，你也不要去想 callback 什么，但反正你做的这个 audition 足够多的话，总有一天 callback 会越来越多，一个两个三个出来。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有朋友，如果你做过 audition 或者参加过类似这样的，也可以在我的评论这边也聊一聊，分享一下或者说是给我一些帮助，我哪些地方要我没有想到的，没有考虑到应该要做到的，也谢谢你。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拜拜。